主料：鸡爪，鸡爪剪掉指甲，清洗干净，放入锅中，煮出鸡爪中的血水，捞出，用水把鸡爪洗干净，切入姜片，放一小勺盐，鸡爪煮透，用筷子试一下，捞出，用清水泡一个小时。泡鸡爪的同时，把大蒜包好，切碎，开始去骨。去骨好的鸡爪切开，加味精、酱油、加醋、白砂糖、辣椒酱，加入炒好的蒜蓉搅拌即可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